安，看一下哈、哦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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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，这是台南的师母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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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们知道师母仪姓什么吗？姓氏。错了，但台南师母仪最有名的就是台南蔡师母仪，所以现在师母仪就姓蔡了。啊好好。来，大二仪马上接好了。哈。哎、你怎么不要把头抬高一点呢？你打他巴掌啊？没有了。哎呦，这都会吃呢。这怎么不会吃？哎呦哎呦，他不是都在睡觉？没有，他刚打他就醒了，他眼睛都张开，都没在看。他打了鼻子这样闻一下。那一天拿吃，然后那个嘴巴合下来，刚好就打到我的手。哎呦，这个就是一个牙齿，真的哦，是被这一颗牙齿咬的，这一颗的下面没有牙齿，所以嘿嘿，重的，打下来，撞。我就撞到。为什么要喷水？你被淋醉了。他洗澡。他喝水。我去看那个医生，医生说，被咬到。被咬到下面怎么没有？我说是啊，它上面有牙齿，下面没有牙齿。大家看，他一天要吃很多东西哦。给他吃多少，那就吃多少。他超会吃的，就对了。哎，你有给他瘦身吗？有啊，有啊。站起来。哎，太滑了。他要站了。在原地踏步。啊，冲水是不要让他站起来吗？他走不动了。他太胖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运动哦？不动，怎么走就怎么动。哎，那所以我们去拍照是很安全哦。当然了，绝对安全的。